自己一个人，没有老婆，没有孩子，薪水有时我妹妹借一点哦。我儿子不孝顺我的，他不给我，也不给，跟他伸手拿。你是做哪一班的？我是做2点到10点的。每个礼拜做6天，8个小时是很长嘞。对呀、啊。那他们会不会叫你了？两个哥来帮我清理，这样会不会很多都是这样啊？ 会不会有点有时候语气不好这样？有态度不好？有的会态度不好。每个月赚了1000多块，我才懂到几百块。儿子女儿有补啊？没有。没有。家里也是我给的，水电费、杂费。全部靠你自己啊？可以吗？可以。可以是可以，应该嘛。他不给我，也不给，跟他伸手拿。 他不是不孝顺我，还四个孩子嘛？这样也是很不好。我是这样的，你不给我，我不拿，你给我我就收。So what's the demographics of 你的清洁工？Mostly 都是老的，老一辈的啦。因为有可能以前他们做工的时候不够 CPF 或者什么咯，之前没有 save 或者不懂得怎么 save， 所以到现在还需要工作养自己啦。做我们的工作咯，他叫我们收我们就收咯，就这样咯。 安迪有打疫苗吗？打了2支，我打了又上来做工了。去打疫苗的时候，我跟那个医生说，说我喘气很辛苦，一直咳嗽。他说喘气辛苦跟咳嗽不可以打疫苗。那安哥没有办法打，还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打嘞，我小心哦。Whenever we have bigger problems like this, which is COVID, it actually reveals the vulnerabilities of our safety nets.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subsidize the cleaners' pay. For those who are under NEA, maybe yes. Those privately owned one, then either their pay is cut or they are just not receiving their pay for this 1 month. 安哥在这边做了几年了？5年了。之前呢？之前也是做那个红山巴萨，也是做这个咯。你会不会觉得变成你很辛苦？ 做过了就不会辛苦了，做久了就不会辛苦。我70多岁了嘞。70多岁？对啊。不像嘞。安迪做了几年了？我做了6年了。之前呢？有时候打扫 office 的，老了啦要爬上爬下，爬来爬去，跟人家这边钱也差不多。为什么要做工呢？在家里很闷呢。有老婆孩子吗？没有老婆，没有孩子，自己一个人跟我妹妹住。妹妹做什么的？ 妹妹没有做工啦，她没夹西，她做生意失败，薪水有时我妹妹借一点哦。I everyday work here, I see auntie uncle so old, pushing the thing, carry the hot plate. Then I also scared. If I don't work hard, next time I also do this. I don't want it。女儿没有讲不要做还是？她不可以讲啊，我会骂她。你叫我在家做嘛，整天睡觉啊。 不坐在家里哦，看电视机，等一下变成电视机看我，看那眼睛累了，他就看我咯。打算还要做多久哦？打算做到65岁哦。如果65岁要退休，没有钱怎么办呢？CPF来花了，还有那个跟政府拿那个一个月几百块来花咯。我这工作完了80岁，我还有钱够我用5年。 那5年过后怎么办？不会，我还有吗？我工资进来有吗？人家都是喝吃到80多岁就好了吗？我做到80岁，我不要再来，我还有5年休息再走的。我买一间小间的，跟我女儿住而已吗？所以你觉得是这样子好啊？这样好。<笑> If you see the cleaners here, they tend to be above 55 years old. I certainly hope that our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subsidize a portion of their salary. A part of that can be relied on CPF, but I think more has to be don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to sustain themselves.